这几日经过大家的拉帮结派，胡搅蛮缠，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果吧。喜春2分，夏莲2分，秋玉2分，李莫愁10分。各位姐姐们承让了，还请多多关照，小女子何德何能，力挽狂澜，先声夺人，一举拿下花满楼。慢着，事情还没到最后，结果还不一定呢，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哟。真的呀？待我掐指一算。不过就是的，这次比赛开始的莫名其妙，结束的又没头没脑，最起码得给个期限吧，否则我们不服。对，不服也好，那就以明日子时为期限，比赛积分最高者为花满楼当仁不让的头牌，大家意下如何？同意。好，同意。我同意。关你什么事儿啊？把天下绝味的菜品都端到我房里来，色香味俱全的。今天的曲子必须要勾人魂魄。对了，要是能吸金纳银，那就再好不过了。不管是谁邀请的客人，你统统带到我屋子里来。反正吧，你总是认错人，大家不会怪你的。小淘气，好个一箭双雕，花解识人之术名不虚传，无声无息之中让众人凝聚，为自己去拉拢对象。人心最为复杂，莫过于你。花满楼虽为花肆，可人跟人相处久了也是有情感。我可以不问英雄出自何处，姑娘来自哪里，但风雨欲来，必须得让他们有危机感。妙。哎，呦，这位公子，这位公子，里边请，里边请。今天长颈猴豆干半价，来来来，老好吃了。今天的曲儿啊，你随便挑选，弹一首还送三首，保证让人听吐为止啊！哎，你们俩打什么岔啊？这人是我先看见的。来，客官，这边请。今天吃饭不送卜卦，免费提供各种八卦及娱乐资讯，各个姑娘的闺房轶事、闺房情事，包你打听。真的吗？不好听，不要钱。我今天没带钱，能赊账吗？哎，这，闪开，闪开，别打了，别打了。哎，李公子，李公子，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我有邀请函。今日西村姑娘说，点肥肠送豆干。哎，等等。先说清楚，是点什么送什么？花姐，你就让李公子进来嘛，缺的钱人家会补上的。怎么当老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盘豆干吗？还要让一个姑娘来承担？哼！哎。这位公子，算个卦吧。哎，王公子啊，您来的正好，走，我去给你弹曲听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白热化了，我都闻到了一股焦味啊，服了。莫愁姑娘，你怎么还如此淡定呢？你是不是生病了？小二哥，你不要着急嘛，山人自有妙计。来，且听奴家细细道来。听，我今天已经够凌乱的了，咱就别细了，我还是上楼去吧。这花满楼的规矩，你们可都知道的啊。其他的可以不要钱，
这酒钱可是一文都少不得。今日你们都给我亏本揽客，这笔账改日我再跟你们好好的算一算。看来要使出我的杀手锏了。来了来了。这位公子，这道红烧肥肠我必须得好好给您介绍一下。这道红烧肥肠的种族来自于大唐的草原之地，始终非素食不吃。喂养它的野草都是取自于吴越国高山上一种根植于悬崖上的稀有野菜。那，它喝的水就厉害了，它喝的水来自于闽国远郊一口绝对污染的水，绝对污染哦。这样喂养9981天而成。那制作肥肠的工序也非常有讲究，大厨必须提前3天沐浴3天，食宿3天，念经3晚。可是。这跟烹饪的人有什么关系？孤陋寡闻。这每一道肥肠都体现出我们做菜人的情怀，我们是在用生命给你们做肥肠啊。太感动了啊，我好想哭。西春，你太用心了，辛苦了。夏春春，我让你受委屈了。李公子，要不然我给你跳跳舞助助兴吧。好，来，先买上，这可是咱上好的花满楼，味甘醇美，千万别客气，酒必须管够。哎呀，接着喝呀，别愣着，多喝点多喝点，别剩下，别养金鱼，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儿。来，一起来。虚传呐，这免费，免费，这曲费啊，全算我的，来，我给你们。好，弹，我可劲儿弹，把弦弹断为止。今天真的免费吗？说免费就免费，我们花马楼一马天下，以诚待客，这信用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好，那放心了。这些问题困惑我很久了，今日得闻秋雨大师一细语，让我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小二，有笔吗？有。来，给我，我要记录下来，这些是困惑我18年的问题，请秋雨大师替我解答秘情。再来2份豆干。哎呀，李公子，喝酒呀，点那么多豆干干嘛？你不知道豆干跟肥肠是最配的吗？这肥肠烧得入味，豆干有嚼劲，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豆干串肥肠。齐川，你这次的邀请非常有诚意，小生定不负。就是这个肥肠有点硬，再来3份豆干。何总，其实我今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剩下的豆干
改日再来，改日再来。李公子真是识货，点的都是我们店最好的花满楼。我给你数一数啊。不用找了。不是点豆干送肥肠，就是你让我喝五碟豆干，5文钱。哎呀，公子您没事吧？多谢姑娘搭救之恩。公子莫要客气，500年前咱们也是一家呀。莫非姑娘有心领会？正是。来，公子这边请，且听奴家细细道来。老公子啊，你看你都听了这么久了，喝口酒呗。不行不行，这曲儿太忧伤，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不想喝，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客官，你有所不知，我这琵琶可是有酒性的，没有酒，他也弹不下去。怎么着？我这儿可是有请帖，你们想耍赖是不是？是不是我上衙门告你去？公子息怒，公子息怒，他呀跟你开玩笑的。这还差？这他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可没有。告诉你，今天这里的酒必须全给我喝了，不然你别想走。怎么着？强卖强卖啊？哎，小二，醒醒醒醒！哎，第68个问题是用一句话概括爱的真谛。爱他就请他喝花满楼啊。什么？你到底爱喝不喝？不喝就走吧。不是，我的问题还没问完呢，卦也没补呢。哎，哎，客官这边请。啊，不是，下次再来。啊，下次再来。我，哦，对了，好。我还没问题。好了，经过昨日惨绝人寰的比拼，虽然花满楼总体上是赔了姑娘又搭酒，不过好在结果已经新鲜出炉了。何总，给大伙念一念吧。得嘞。那么我就宣读一下比赛结果啊。惜春12分，夏夏11分，秋玉13分，柳球25分。那么本次比赛胜出的是？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怎么样，打探的消息没有？都是自家人，有话但说无妨。那我可真说了。快说。难道幸不与吴越国幸不相接触，但愿微风暗访花满楼，如果发现丝毫的不当之处，就和闽国一起听风花满楼。听风？听风就是歇业的意思。怎么办呢？危言耸听，道听途说，不会真这么严重吧？真的。此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绝不能让花满楼被停风。这要是真被停风了，我挖了一半的地下工事岂不是就全白干了？惭愧惭愧，花满楼这一劫我竟然没有算出来，难道我的功力又衰退了？不行，我得仔细算算。天可塌地可陷，花满楼不能关，士可杀头可断，没了美酒怎么行？咱们得想想办法，到底是暂时改成镖局引人耳目，还是暂时歇业停业装修比较好。爹爹你放心，在没有替您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在没有为您沉冤昭雪之前，我是死也不会离开花满楼的。此事已从长计议，我们一定要
定一个万全之策，有备无患。哎呀，你们说万一要是真的被停风了怎么办？到时候姐妹们各奔前程，从此天涯各一方，天涯生死两茫茫，料得年年愁断肠，断送高花满楼。停，莫愁，你别说了，我怎么越听越悲啊。看来我得亲自到吴越国大唐国走一趟，赶紧疏通打点一下关系。花姐走了我们怎么办呀？就是啊。花姐，你就放心去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任凭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都阻挡不了我们继续将花满楼经营下去的决心。这一包 Q 豆干你带着路上吃，饿了管饱。我走之后，大家要团结一心，一致对外。记住，其他的都不重要，这酒钱可是一文都少不得。我还带走了店里的一些积蓄作为盘缠，从今以后呢，大家就要学习用自己的双手生活了。啊，真的呀？不会吧？花姐，你居然连一根牙签都不放过！我还变卖了店里一些值钱的东西，铜盆、银碗、青瓷杯什么的。能变卖的我都变卖了，你们呢也不用动什么歪脑筋了，勤勤恳恳干活，踏踏实实赚钱，知道吗？知道了，花姐，你就发现去吧。花姐，在这么危难关键的时刻，你真的忍心就这样卷铺盖走人，扔下无助、孤独、柔弱的我们一走了之吗？花姐，你太狠了。另外，群龙不可一日无首。我走之后，花满楼就交由惜春代为管理，大家一定要好好配合他。花姐放心。好，局管。花姐，再见再见。花姐，你也太狠了吧，最后一个碗都不给我们留下，这下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花满楼自从开业以来，从来没有顾客盈门的时候。根据我的专业分析判断，是因为我们花满楼从来没有出过像样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痛定思痛，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改变。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花满楼进入军营化管理模式。大家不用谢我，为我们花满楼操劳那倒是应该的。全体立正，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右转，接过走，哎，都回来。我们的目标是，没有住，酒钱不能少，酒钱不能少。行了，解散，各自回岗位。米饭，干嘛呢？小二。报告，小二到位，程总管有什么吩咐？来一份素食套餐。好，就是你们这儿的馋嘴猴豆干和素肉。好，再来一壶上好的花满楼酒。好，客官，您这是我点的都是上品。这小二是面瘫吗？小二，到。编号一到四，下楼就位。
姑娘们集合完毕，请挑选。那这蔬菜和肉类不能放一起，这样不卫生。我这哪有肉啊？这有蟑螂，还有耗子。难道蟑螂和耗子不算肉类吗？算。卫生很关键，只有卫生搞好了，才能有绵绵不绝的客人。你看看这厨房的卫生啊，你都懒成什么样了？不是我，你没有回答的权利。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抬头，挺胸，收腹，提臀，去吧。哎呀，我的菜！将军，你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开早会，开工之前我们要先振奋士气。解散之前，我再简单说几点。昨天大家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业绩并没有任何提高。我想了很久，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我们自己管理到位是没有用的，还需要客人的配合。所以今天我们在自己做好的同时，也要要求客人做好。要求我都写在这儿了。小二，琵琶，琵琶，在。你们两个在客人进店之前要先做个筛选。哦，好。莫愁，进店之后的要求主要由你来负责实施。解散，开工。
少于十两者禁止入内。客官，立正站。天，走路姿势不标准者禁止入内。我有办法，请。向左，向右，站。会了，请。体弱过大者禁止入内。不走。都什么货色？这位客官，你想想，所谓站如钟，立如松，哎，行如风。请注意您的坐姿。哎，客官，哎，你坐好。讨厌，酒都不让人喝。走了。石头剪刀布，啊，啊，石头剪刀布，继续。我们这里提倡斯文的、高雅的、安静的喝酒方式，请您配合。喝酒还不让划拳了，走，咱换个地方去。走。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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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剪刀布。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要饿死了。看来我们要另寻出路了。哎，我看咱们大家还是散了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有个要求，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掌柜的？好吧，顺从民意。